小 S 徐熙娣和蔡康永离开主持长达12年的节目，暌违2年再合体搭档，首集就创下1.2亿的点击率，但没想到在第二集时惨遭下架，引来大批网友的不满。名嘴则是表示因植入太多、主持费太高等原因才导致的。对此，制作人特别澄清，节目是因被点名重审，会跟着政策走，在审后就会上架，内容都照原来的不变，让观众放心许多。而暌违的康熙合体，制作人也指出，其实小 S 和蔡康永因2年没合作，节目第一集开场一度没默契，前10分钟不是抢话就是搭不上腔，但很快的，两人马上抓到节奏，回到当年的默契。不过两人在合体真的让人太期待，拜托赶快上架，粉丝等得好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